登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滕王阁，到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体验人间烟火气，逛珠宝街尝地道南昌美食，在秋水广场赏一江两岸夜景。五一假期的南昌文旅市场火出了圈，城区各处景点人潮涌动，摩肩接踵，挤满了全国各地前来游玩的年轻人，特别是以大学生群体为主的各种英式旅游旋风更是席卷英雄城的大街小巷。据统计，今年五一期间，南昌综合收入排名前三的景区滕王阁、融创乐园、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分别为19.92万人次、7.87万人次、97.58万人次。南昌很美丽，然后珠宝街很好吃，南昌很好玩，我们下次还要来。我爱南昌。南昌这个人文与浪漫交融的城市，正为建设成为国内重要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而努力。